有尝过圣头滋味。这个平飞球在右外野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许耀腾敲出了安打了，今年球季他个人的第三支的安打，12个打数3安打。没有人出局，上到了一垒，下一棒要轮到第一棒的谢炫任。洪文今天要当这个胜投候选人啊，这一局千万要好好的守城啊。陈洪文上半季哦，上半季都还没有结束，就因为受伤哦，去休养了。6月22号就休养了。这个弹跳球弹过了二垒防线，形成了安打，接连两支安打的出现。谢炫任呢，也连续4场比赛有安打了。下一棒是第二棒林志平，哦，两颗球，虽然一个左打一个右打，但是跳出去的角度啊，都是几乎一模模一样样啊，二垒手蔡明觉都无法拦下来。这个球投的比较高一点哦，那这个谢炫任有点砍打的这个意味哈，把这个球弹跳也打的比较高一点。